大葱一出世，郭建成就注定要走一条比别人艰辛的人生路。好像两三个月的时候，我看好像他听不到这样了，好像有问题这样啦。下大雨啊，打雷啊，就是他就好像根本没有反应这样，所以我的公公就觉得这么会这么奇怪，就在他旁边的敲那些碗筷啊，他是没有听得到。郭建成在四姐弟中排行最小，也是家中唯一天生有听觉障碍的孩子。他不听不到也是讲不到，但是普通的好像他会叫我姐，然后叫妈，他是爸，像这些东西他是可以发出声音的。谁讲什么有什么好的办法，有什么好的东西，就是会带他去。你很担心他？对啊，我不可以讲，因为我本身是很疼这个弟弟，很疼很疼他。因为听觉障碍，郭建成的成长岁月吃了不少苦头。他应该从小就更知道自己跟别人不搭，因为他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是，妈妈就立刻送他去普通的幼稚园学校，然后就是他跟那边的小孩子是根本是不可能是交流到，所以他也是不大喜欢上学，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不要去上学。教导他好像做东西也是他听不到啊，都方便他有时常也有发脾气啦，他发脾气是很糟糕咯，他小时候没办法咯，你想都没有用啊，他反正都听不到了，我一天会老的嘛，到时候老了谁帮他，就是不用想到叫他自独立了，要自己是写一份工作，这样慢慢做，我就感觉到我很快乐的了。最主要这方面就是教他勤力一点，慢慢教他做，他学会做，慢慢一步步来。两年前，郭建成开始在雪兰莪白沙罗的一家聋哑餐厅工作，开始人生的另一段旅程。现在我是很放心了，以前那时候我就是怕他，比如说怎么讲，好像怕他去到那边啊，我怕他老板啊，
好像我又怕他听不到，又担心他等下人家不要他做，就是这样怕啦。现在那时候刚刚 出门做的时候，我是担心了。现在我说还有出去工作啊，还一个月赚千多块，自己养自己了。我就是这样做，我是开心了咯。我说我感觉我很精英了，他有手有脚哦，有眼睛哦。我看那些没有眼睛的生出来，就是那些人啊，又没有脚那些更惨了。我说我的孩子，我感觉到他很精英了，虽然他听不到。乐天知命，就有踏出去的勇气。从那个被家人担心的小男孩，到现在餐厅里应对自如的大男生，郭建成已经找到人生新的起步。